好背，但是非常难唱。他背歌真绝呀，他背歌他愣把他一下就全死背。你子你教教我你怎么弄的呀，就四遍子记硬背。行，我待会儿有唱。一下到路上去。
去 you you 也应该是倒数第二个音阶是重，但是那个乌上面加了个点儿。你去看那谱子，又乌上加个点儿，那就是说这个重音是在 you 在乌上面。看见了，看见点儿了。加的太紧。So pure。停，最多一小节，不要多。像 Handel 的、猫子儿这些都是人家谱怎么写的，就老老实实怎么唱。我有一个最最难的歌，想今天想弄，就是那个小夜曲。就是德语的那个，好难背啊！好多。小夜曲好几个 ，OK。舒伯特，那个我特别想让您帮我弄一下，啊、那个太难背了。我背那个我一天撒三天吧，这个得俩星期。厉害。这个两个星期，这个就太难背。你两星期 ，very， 我已经这个就是太难背。Very impressive。是吗？太难背，太难背，而且还德语吧，老喝来喝去的，一到 CH 就呵呵，要不就是意，要不就是意意。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刚还不会说话，意，我说哎呦，这会德文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刚会走，我还不会扶着椅子，扶着这桌子，这 coffee table， 意，帮不了吧？还有录像，哎呦，我说真好玩。我这个背的不怎么样啊，背的不怎么样，但是就是你别背，你先把它唱准了，你再背。好，你看刚才有的时候个别的节奏啊什么就不是那个。